没关系啦，我们到时候再出脚本。没有过脚本。
定了接洽的。是啊，可是他是很正常的啊。你看在干嘛？他现在在搞什么飞机？你马上出来啊！啊，他之前很爽的，他之前很爽，是他之前哪个？他进去了。好啦，现在可以拍了。要不要拍大球？每个点都是在激怒你，没错，就下次我就再整回去。Oh my god！ 大家喜欢看我被整吗？我不是很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然后呢就可以追踪我们第一手的资讯，继续追踪大家的 IG。然后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对，追踪一下我们的事主美史布洛克，你追踪放在啊？我绝对没有啊！